都是我的那个系列哦。你们有可以上下放的吗？上下放的吗？你是说这边放一个，这边再放一个？对对对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可能要去放一下什么视频哦，但我们基本上都是以左右为主。嗯。对，因为目前的趋势的话，就是可能有一个工程师在这样看啊，哦、然后有个人在这样摸、嗯。上下下的话，我们建议会用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叫 two bar 的话，就是那样子的。就是一排是可能要放一个萤幕，然后另外一排的话会挂第二个萤幕的话、嗯、我可以给你看形容，大概是一个视觉影像。好啊好啊，有点像是类似这样子对吧、欸、对对对就是。对，那我们建议会使用这个这样子，我们就 tool bar system 这样 rail system 这样子。它下面是只能用夹的吗？还是还有、我们有夹的和穿的，我们有都有和 gourmet 都有这样子、okay. 取决于说，可是如果你要购买的话，我们会建议你提供给我们你的桌子的那个厚度还有造型啊，这样子我们这样才能衡量说哦可不可以夹得住承重之类的。对对对对对、嗯、因为如果太薄的话真的是夹不住啊，而且怕整个会往前行就挖锯对啊对，所以我们就是会就是稍微可能要跟你商量一下这样子。但我目前的话 okay, okay. 这个的话比较是我们建议的款式，如果你要上来下的话，因为这比较适合是 for 那个经济啊、经贸、啊、或是说那个证券那些比较实用的、嗯、那这样子就不能再调整角度了是不是？是我们这次这部分的话，我们的 Visa 盘本身的话就是这个 Visa 盘本身的话、yep. 是可以左右移动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球窝在这里可以稍微有调整空间左右这样子。那跳着也是可以一点点，可是因为现在没有挂萤幕会比较难调、oh, okay, 对，因为如果你有萤幕的话会比较有效、okay, okay. 对对对。然后我们也做可调翼，所谓的可调翼的话这个是你要看你要固定还是这样子，可是取决于说你今天的成本考量范围，比如说如果你只要固定这样子的话当然会比较便宜，因为直接做一条铝柱这样 okay, okay. 对，但如果你要可调的话可能会成本稍微有些变化这样子 OK 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再研究一下。好，我可以提供给你，可以啊可以啊，那方便跟你交换一下名片吗？可以啊可以啊，谢谢。Okay. OK， 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到时候我把 prices 还有相关资料先传送给你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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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台湾对，这是我们产品，就 AI 的那个云台追踪。对，就是所以它是要连蓝牙，然后不需要连，它本身就已经有那个 AI 在里面。它的 sensor 是这边吗？还是什么？前后都有。它怎么样去改变？它是那个红外，它用红外对，但它是用什么？它是感应动静跟动静对。Oh, OK。那它的那个 speed 速度可以调？速度不能调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对。OK。那它是就只有这一个版本？对，只有一个版本。OK OK。那它的遥控器是要干嘛？啊，对。它遥控器除了它 AI 之外，它可以左右。对。哦，就手动调整。对，还有360度这样。OK 。那个也是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同样。OK OK。它一定要，它有内建电池吗？有内建电池。OK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一个杀菌棒。啊？什么？杀菌棒 ，UVC 的。